在车上。快快快，走走走走。步枪效应啊，装狗的，那有装人的。不是谁有那个狙击枪降头？本来 SKS 上面就不适合装锤子，还有直角，那是步枪用。他装那个红色那个叫什么？我吧，粉红色那个叫，忘记了。半截式的比那个要好。先优先这个半截倾斜，然后再到拇指。拇指的话，那个步枪还有，哎。看到这两个兵吗？喜欢就订阅一下哦，一大波粉丝福利等你来拿。